好吧。右边两个人。啊，右边对，右边两个人。不是，左边两个人。对呀，我说哇，太好了，我鼓掌。那个男生很难打的。真的。右边那个男生，你接住。太好了，终于等到了。他们要 warm up 下去。你去打单打好不好？他打双打，打双打。双打也挺难打。所以打女生是不是这样？女生有的喜欢你，然后打不好。然后他现在就是要的。我把你打好，但是好干干嘛？他今天有参加给我们打吗？是用啥红杆吗？排到第一了吗？我说啊，因为他是三火的，他是什么分呐？都看不见。然后但他刚打的双打，然后我就想拍到一个。啊！人家。不要有压力，哎，压力不要赢太多，我就输。然后就这么多感觉。27-19。把对方说一下，他后面。都算，最好是有问题，不行的话大家没问题。
对你放网那个，你好几个球就是吧，你队友来不及准备。